我们的嘉宾呢？这个里面就温度好低，嗯，哇，还挺凉快。那你在这里拍张照片不？来了，来，我们三个拍张照吧。爸爸，你身体还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看你感觉你好累的感觉。哪里了？啊，OK。哦，没事，你给爸爸贴，我给他贴了，我们一人一个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来了，刚刚是稍微……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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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单独看了一下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可以先坐这儿，那边如果你不怕热的话，可以坐过去。我就坐这儿。大家玩着玩已经忘了自己是客人还是主人了，就把自己当成客人了，有点，我觉得这有点违背我们的服务宗旨了，就是有些过分了，我甚至都觉得，就是我们还是要摆清自己的位置，你就是一个旅行社的服务人员，还是以客人至上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